下次变态在群组内泼出裸照，公开他也是自己的裸照，是白天拍的吗？自己的吗？不，其实我算是我们全组里面最正常的人，所以你笑得那么大声干嘛？所以就是对啊，所以我泼的东西都是一些正常的事情，而且。哦，那我先讲，我现在要我再讲的东西好不好？好，我在我圈子里面就是po这个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太恶心了吧！因为我们圈子里面这几个男生，我们很爱出国玩哈。那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国玩呢，我们一起去把除毛。我们除毛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互相拍照这样子。还互相拍？可是除毛不是就是裸体的时候除毛？也有也有。他只是给毛片，他并没有身体的。其实也有身体。有啦，他有拍身体啦。所以对你们觉得是很蛮正常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你觉得哦夸张没有？没。他没有截图的在上面是更夸张哎！哎呦，有前后，前后啊，屁股的前后。没有，这个不是屁股的毛，所以那是后花园。你屁股那么长，你干嘛？这个不是屁股的毛。你这样子可以了，很想加入你这个群组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画面黑毛更黑。不是因为夸张了，因为你有那么多毛，你大便怎么擦得干净啊？不是。看不到，我跟你讲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屁股上，屁股前面啦，因为我前面也有毛啦，因为我是一个妈妈，我只在想说这样子，好，你可以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我去弄我的背，然后刚好就是因为其他的新人们都不在，所以我就是自己去弄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哎，我又去弄一次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玩。可是你背上怎么会这么多毛，还是很夸张。所以还有第二次那个前后屁股那个照片，前是好像德国黑森林，哦，你是说后是？好像太空黑洞 ，Oh my God！ 他连菊花也拍出来了，黑森林被吸进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群组里面，我都一直这样子，他们就一直在攻击我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因为你也不尊重别人啊。朱莉平常感觉蛮 man， 可是他每次出都会去一些美容店。那朱莉姐说她想看啦，你要不要加入他们群组算了？朱莉姐比较很久没有看过黑洞了，要么就大家一起。不是，他屁股现在长得差不多这样哎。不要有画面拜托。但是你们是全部都男生啦，全部都是男生，哎呀，那个 OK， 男生都是讲一些，所以男生会在自己的群组全部都男，会比那些东西吗？这个会啊，这个群组还蛮开放的，我们什么都可以聊，除了工作啊，还有一些这些好玩的东西都有在，而且他们您会在里面开黄腔吗？一定会的，一定会，我都不会，他们都会。来看你们的对话记录就知道了，有吗？对话记录都用英文不是吗？男生，我们外国人很爱分享一些 meme 就是一些网络上抓的图。那我们有一个西方有一个卡通叫 Arthur， 那刚好他的卡通有的时候你暂停，你可以截图，然后有一些人会看图说故事，会一些自己一些搭配的一些内容，这个也蛮经典的，就是那个女生在床上哭，那个男生那个正在穿裤子，然后他说我就一直跟你说你不要。你要挖翻译吗？不会，不用挖翻译好了。OK， 没关系。反正这个笑点在于，这是卡通，是很单纯的，可是人家把那个对话写得非常 A， 非常糟糕。他觉得我的不好笑，但我觉得我的是，我快笑翻了。比如说 ，If your homie send you a dick pic and you screenshot it, who gay？ 就如果，如果你的兄弟传一张他的裸照。然后你截图，你是 gay 还是他是 gay？ 哦，蛮好笑。然后好笑的点是在下面，他说 10 questions science still cannot answer， 十个科学还没办法解答的答问题的问题。对，这跟这个有，我觉得好笑啦，你们笑了，是不是他们真的是有问题？我觉得没有是语言的问题。现在大家都觉得我的背包，我觉得他们的笑点好笑。我们图案好了啦，这个台湾人看得懂啦。礼拜六晚上，礼拜天早上，这个我觉得好笑，这个好笑，这个才比较好笑。这个比较浅显易懂，对啊，那只剩下腿了。等一下，你让照片再拿出来看一下，不行哦，你们让这是李艾琪的照片的人。是李艾琪啊？好像没有，怎么那么像李艾琪？他没有在那一群，他是这个群组的，不是上面那个。李艾琪 ，sorry。好像艾琪有一句话要跟你讲 ，keep writing。还真的蛮像。
李艾琪。